四年的时间，他都任职刑事警察局的副局长跟局长，也没有请假或者是留职，好去休课或者是写论文。那这个真的变神了。关键在这一本博士论文，是全国这个警大是唯一，那包括他的入学申请里面提到的所谓相当硕士论文的著作，这个著作是什么拿不出来。然后四年的时间他都任职刑事警察局的副局长跟局长，也没有请假或者是留职去休课或者是写论文。那这个真的变神了，就是完全不符合就是一般的博士课程要休息的时间，因为包括你要有入学等同硕士的著作，还要修很多的课，学科考，提出博士论文的计划书，到你去做研究撰写，一般来讲都要6到8年才能完成社会科学的这个博士论文，那不太可能啊。